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坐下。啊，今天非常难得啊！啊，我们为大家来请到长庚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杨殿一博士。那现在呢，我先来请教一下杨博士哈。杨博士有今天的成就，从求学，那么到就业哈。这样的过程哈，不知道杨博士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怎么样子能够做得到这么年轻就有这样哦了不起的成就？来，杨博士要不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刚刚我们在前面还在谈这个因缘的问题啊，就是国外我们常讲 karma， 那啊一个人好像时间到了，该做一点事，该服务。啊，该啊，这个把稍微把个人的一些期望，对生命上的期待等等等等，只要稍微可以把它放开一下，啊，很诚恳的抱的一个服务心，啊，对自己家人等等的很诚恳，可以啊，把这个一点所经验的一些经历。带出来，我说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啊大家该所做的，所以也没有，我说这个也没有，从我个人看法也不是什么成就，也不是什么啊，就是时间到了，这个好像就像在下雨一样的，挡都挡不住。那我还要再请教杨博士哈，虽然因缘是这样子没有错了哈，但是有很多人呢，依我看呢，就让这个因缘就这样子流失过去了。擦门而过了，怎么样子能够把握姻缘？杨博士，你当初回到台湾来，这个为的是哪件事情？你心里面想的是怎么样一个心情？这个我想要从医学啊，我想我跟林院长都有同一个经过，当然我在从经验。各方面我比刘院长少很多，啊，年龄当然也差很多，所以也不敢做这种比较。但总是啊，像我当时是做肿瘤，做这个 cancer 癌症方面，那啊常常看到病人走掉，这是我当然也是最痛心的。有时候啊接触时间长，都会有培养一些感情，啊，那。看到病人走得很舍不得，所以啊，在这个经过，我常常想到，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医学，一个全面的医学，可以把一个人的身心啊，身心可以完全把它掌握到，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人走掉，一生走掉，我们来无常嘛，本来就是无常啊，这个生个大病走掉，那在这个生命价值的观念。可不可以做一个，在我们做医学啊，一个小小的工具，可以带来一个转变，啊，虽然我们是做病人很痛苦哦，做肿瘤是癌症最痛苦，像林院长是做心脏内科，一个人有心脏病也是很痛苦，它影响到全身的这个啊，这种啊，有那么大的一个。啊，一个后果，一个影响的这种范围，可不可以？虽然痛苦，可不可以让一个人走掉，他可以平安？不光平安，他可以带来充满的希望，对人生上的一些观念上的一个转变，甚至可以对宗教、对信仰、自己个人的修行打一个基础。啊，这些问题都在我的脑海里面不断的。那时候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不断的出不，那都没办法解答。从西医我没办法解答，所以也因为如此，就接触很多东方的一些啊文化也好、哲学也好等等。其实我的中文是很差的，这个要写都有困难，因为在国外长大。很小就离开台湾，到巴西，然后到美国，那反而就有一点是个回头路，回到自己
这个啊，可以讲说个人就是自己的文化的背景，回到我们东方人的背景。那越读越接触，我越发现越这个惭愧，感觉自己没有好好的下一个功夫啊，没有像你们现在好多，我看年轻人也好，就自然就会接触，我没有接触过，尤其在国外长大，更不容易找到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我是这方面下了一点功夫。那当时回台湾就很希望，当时也经过这个接触 NIH 在这个美国国家啊医学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研究所，这是全世界大概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研究单位。当时当顾问，当这个肿瘤顾问，当这个非传统医学的顾问，我就一心抱着是希望说，可不可能把中西医结合，可不可能把中西医的文化结合，可不可能把中西医的哲学这个结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当然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出发点。非常难得哈，杨博士跟我，他做的是肿瘤，我做的是心脏，但是异曲同工之妙。当初啊，我们也是在洛杉矶的时候啊，那看这些心脏病的病人，什么开了刀，接了两次血管，连那个脚的血管，那个时候哈还没有什么支架，那个时候这个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他还是一年两年之内又回来，同样的事情啊，哇，胸痛啊，种种。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你开到连手的那个静脉都拿光了，接了啊，接下去怎么办？所以呢，我同样的跑到图书馆去看了，去了解，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饮食是那么的重要。其实啊，再看一下我们，哎，回到那个幻灯片了，我们古代的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什么呢？下医才医已病，中医医将病，上医啊医未病。真正高明的医师，他是还没有病之前就开始要医的了。那我们现在呢更进一步啊，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在推这个东西啊，叫做健康促进。你如果人呢、啊、从出生到死亡到最健康，你把它拉一条线的话，我们呢都把我们的注意力啊，其实哈、哦、大家都知道，健保的90%的会花费在哪里？花费在治疗疾病上面，就是我们叫做 medical care 医疗了。你病了才到医院去嘛，那多贵的要命，特别是加护病房、插管，哇，那个是一天都要几千上万的，贵的要命啊。但是我们如果预防疾病的发生，甚至于健康促进的话，这个就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我们也在推叫做健康促进，最好是不要生病了、啊、生病了以后不光是花费很高，而且那效果不是那么好，器官多少都会受到损伤了。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呢大力去推这个东西啊，叫做健康促进。我们用六个方面向去推：环境、同仁、社区、变换，然后呢心灵健康，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在推的啦。所以呢跟大家分享啊，虽然我们走的不尽相同，但是回过头来哈、哦、那个英雄所见略同，我们还是比较注重于预防，比较注重于健康这个面。那疾病呢只是不得已的，已经是到那个阶段呢是比较晚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要问一下那个杨博士、哦、我知道杨博士在国外国内呢他对于这个儿童啊的教育啊有非常深入的投入啊。那特别是那个儿童读经班呢，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读经班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那现在呢，推起来目前在全世界的情况。我首先我刚听到林院长有讲到预防医学，我听很高兴。我想稍微很快补充一下，这个预防医学也是我们站到长庚生技也好，我站到我个人，它是一个中心的一个理念，也是我所回到台湾所推动的一个大的项目。那我当时在1980多就参加刚讲美国这个国家的研究所啊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当时那时候很早啊，80年代嘛哈。那我那时候很忙，在做肿瘤，在做这个肿瘤的这个 institute 当做顾问。那大概有没有不会超过15位的这个顾问了哈，都是 volunteer， 都是义工，可以讲是义工了哈。那我们15个人有物理家，有等等，我当时站到医学，我们是当时是这样子主持一个小委员会。在那时候还不是 National Center， 是 OCAM Office of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就是非医学非传统医学，你可以讲那是很早哦，20多年，可以讲是个沙漠，这方面完全是沙漠。我们西医常常讲到这个预防医学，其实没有什么叫做预防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讲很坦白，在80年代那时候更不用讲，所以我们几个人十几个人从当时从最早从哈佛医学院，从我个人的时候在 Cornell 医学院，从 Stanford 等等等等，是这样子点点滴滴推出来的。从这个 curriculum， 从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学术各方面，我们这个在学校所读的，没有什么叫做预防医学，连对饮食 nutritional science 都不懂，更不用讲预防医学。到今天，我今天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把预防医学变成一套科学，所以我当然要用医学的语言，点点滴滴把它设立一个变成一套科学。就像早期30年前，当时免疫跟肿瘤那时候这个关系不清楚，所以我在早期时候也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把这方面变成一套科学。那今天我敢这样讲，这个已经是很普遍化。我是希望我们这一生，也许在10年、20年。预防医学是变成一套科学，那你们大家同仁的这个朋友在坐这样听，会认为这有什么困难？我想跟大家分享，目前世界上很多专家讲预防医学，但我到今天我还没看到有一套预防医学，它可以把全部生命生活上的所命运这个碰到的问题可以套上来套上去，目前还没有。我在美国好多同事们都在推广预防医学，但是我感觉他的这个推广的都是相当狭窄。比如说讲到饮食，比如说讲到心，比如说讲到运动，但是都是单独去推动，很少把它串起来，整个把它一个变成一个 comprehensive body of information， 目前没有。所以我们这方面我想刚听到林院长在透过慈济也在这方面努力，就是说有没有最好古人所留下的一套作业，可以运动有最好的运动，饮食有最先进跟最完整的一套这个说明，呼吸有没有一套呼吸的方法，静坐有没有静坐的一套科学逻辑等等，对环境保护怎么对环境保护，可以讲一套道理，而且很踏实很实务可以去执行，等等等等，我认为这都要一个完整的一套作业，这不容易哦。讲得很容易，真正要做不容易。这一套科学，这一套医学，我个人把它称叫做真元医 ，primordial medicine， 最原始的医学是真元医。每一个文化都有，我们华人也有，每一个文化都有。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也是最科学的医学，它是个全面的医学。那这个中心理念就是说，不要等到我们生病，刚刚林院长也讲得很清楚，不要等到生病那时候晚了几步，把它做成一个
很主动的方法去推去追求健康，是要去追求的，点点滴滴要去追求的，而不是被动，不是生病了我们到医院去领药，其实那晚了几步。那假如真正生病了也没关系，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大一回事，把它当作一个机会，人生的一个机会来转变，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真元医。所以我的病人，我敢这样讲，这个肿瘤的病人，我常讲说，你千万不要叫家里面同仁、家里面可怜你们，你们一扭头，每个人都在掉眼泪，你们做一个英雄，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真元的一个人，什么意思？你们充满的希望，充满的慈悲，充满的活力，用你的病当作一个服务的机会，对周边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到哪里去，虽然你的生命不长哦，有些人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你带来周边的人一股一把能量，一把光烧过去，感染过去，让周边的人全部都感动，一生回头看都会记得。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病人可以做到，这也是真元医学我们所讲的。很抱歉林院长，我刚回把你的问题没有回，反而跑到别的啊题目。读经，读经为什么会推动读经？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啊，找有没有一个方法。我说我相信很多我们这样都是家长也好啊，都希望我们个人的小朋友都有受到最好的教育，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做一个有用的人，快乐等等等等，有没有一个教育最好的方法？我也当时也为自己小孩子也好，也很好奇，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到处寻了，到最后发现古人老早也就知道了，跟医学一样的。小朋友，假如你可以让他有接触静坐，这个小朋友一生他都不一样，他的头脑左右脑会打通，会这个啊，这 creativity 创造力，他的这个会爆发出来，他的学习的能力会大幅度的增加等等，全部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是说从古人到现在全部的天才，我所研究过看到他两边的左右脑大概完全是可以通的。一个艺术家在他最投入画画，或是一个发明家在做一个发明的时候，他的这个脑在用的，我们一般用5%，他可能用到80%，就两边一定是通的。我们用电脑电波都可以测出来，这种在这种 creativity 最高的时候会发挥出来。好，讲了那么多，对小孩子小朋友有没有办法教他静坐？很难吧啊！我相信我们有小朋友的话，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坐不住是合理，因为他充满的活力等等啊。有一个好方法，古人老早都想通了，教他朗诵经典，选最美的，不管是佛教的经典、道家经、这唐诗等等等等、圣经、儒家等等，都没有关系，让他轻松的，轻松哦。我常常强调是轻松，要培养兴趣。小孩子一定要不要强迫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压迫他，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他在有兴趣的时候，培养兴趣的时候，他的学习的能力是最高。轻轻松松的用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 这时候让他轻松的朗诵出来，在一个班上十几分钟、几分钟朗诵的方法将带出来，那这个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这20年来推动这个项目，刚刚跟林院长分享，我周边所看到已经不晓得有多少小天才出来。那这个天才不一定是文学哦，不一定是历史哦，不一定是哲学哦，数学、
艺术、科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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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会影响到。那目前全世界我们统计，光在大陆，在中国大陆啊，我们所接触大概有1200万的小朋友有接触这个项目，包括美国、台湾、香港，大概加起来有1400万的小朋友。你从一个角度可以讲，它是全球最大一个实验，儿童的实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很诚恳跟大家分享，它不是一个实验。我们敢这种大规模推动，就是因为它从古人几千年的历史作证，它都有根据。所以我是很希望啊，在这样有小朋友的话，千万不要耽误过去。我常好多朋友问我说几岁到几岁，我说最好是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接触，妈妈就朗诵，帮小孩子等于说啊做功课、诵功课、诵经也好。那大概到12、13岁、14岁都没有关系，在这种这个 Golden Age 精华的这个时间，大家要掌握到。那他的这个思考的逻辑一生可以说是用不完。从我自己的孩子，我有看到这种实力，从多少上万的小孩子，这个我都看到。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说，我其实没有三个小孩子，我真的感觉我有很幸运，有啊有上千万的小朋友都是我自己的孩子。很希望他们将来第二代、第三代，这种下一代，这种啊，有这种希望，让他们对地球、对周边的人都会多付出来一点，就那么简单啊。读经啊，古典朗诵，节奏，耐心等待，凡事都有时候，心不要急，气不会乱，总有一天，果实会成熟而甜。